好吧，那我们来看转职，转之前是不是装备都要先解锁？如果要转装备的话，我们看顺便看一下可以转什么装备了。我就看看，但是我不会转。这个裤子一定不会转，但是我还是会看一下。这个我也看看。我顺便让你们看一下妖精可以转什么。如果以我的装备来说的话，这个应该可以转那个吧，爱丽丝项链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可以稳稳的转爱丽丝项链吧。利套可以转十手，我不要利套，我要收集品的，我没有要上十手，利套我要收集品，所以我不会用利套。之前不是很多人担心转职会转不了吗？我给你们看一下哦，不要说台版了，就连韩版都不会转满。妖精转几个？我们伺服器才转13个，骑士转3个，100个名额。你们哪个伺服器有满的？跟我讲一下。现在哪个伺服器转职名额满的？不可能啊，没那么多人要转啊。这个工作室不会转啊，工作室就不会花这个钱去转职啊。转职职业制作券完成，转职妖精给他下去，完美。是妖精吗？转错我就哭给你看。转职职业妖精 ，OK， 不要吓到。亲子工应该是不可以。我们试看看，如果可以我就转，如果不行，哈 ，sorry。活动，我们这个看看不用钱吧？来看一下妖精，女妖限定，完美，真是太完美了。妖精，来看一下、哦、这个装备替换，二刀可以转恶魔王的跟奥里哈鲁根，然后荧光可以转雷雨跟弑神者，震怒钢爪可以转，啊，不能转新的武器，不能转那个艾宝罗因泰，也不能转那个什么乌格努斯的弓，我只能转噩梦。我目前只能选择噩梦，反正我一定是噩梦啦，我不会想我一定是噩梦，因为没得换。暗爪跟二刀，就这个红武是打散的，红武基本上没有在区隔二刀跟一般红武。以前的转职是有区分恶魔王武器跟一般红武，子武就是区分欧西里斯武器跟一般子武。那这次只有子武有区分，红武是没区分的。但子武里面有一个特例的存在，就是新子武 PVP 那两把新子武。因为那两把子武的制作条件是不同的，这些都是一子部的价值，那个两个子武是二子部的价值，所以不等价的东西它不让你转。欧西里斯武器特殊子武不能制作，所以不等价不让你互转。OK， 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好的，因为妖精可以穿，所以古皮甲不能转。是谁跟我说鬼斗可以转金翅膀的？在唬我。鬼斗是不能转金翅膀，但是守护者长靴可以转这个爱丽丝长靴，这个星子靴可以转，但是我不会转。但这个我会转，我会转敏石。裤子可以转敏裤，但我也不会转，因为这是祝福的。现在祝福卷轴，现在的奥塔祝福卷轴超级难打，真的超难打，所以我不建议转。这个我会转，我会转爱丽丝项链，因为这比较贵，海陆拜再买一颗就好了，海陆拜比较便宜，所以这个要转。气魂转命中。那蓝戒指的话，基本上闪亮戒指是不能转的。那这个一般蓝戒其实比较不重要，因为骑士团就是共通职业唯一的戒指，平民装就这个，所以这个不用转，我也不用看它。那红色你们看一下，红色就是转命中。但是魔王戒指，魔王戒指可以转神圣。魔王戒指有人测试过，魔王戒指转骑士可以转神圣的征战戒指，但是气魂戒指却不能转神圣的敏捷戒指。他居然给我转个命中。气死我了！对，命中我不会转，看命中真的很垃圾，我宁可去跟人家收装它。欧吉王可以换古代巨人金戒指，傻子才会换。这个不能转，因为这个是共通装，君王装是全民装，所以君王装不让转，合理。地套可以转加六黑骑手，加六十手。OK， 那我今天这要干嘛呢？这个以小博大，异界战斗手套直接给他转这个黑骑手手套，我只要一罐水。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买这个了吗？然后我觉得我还要再干一件事情，是不是一个部位可以转两个？我们试一下，我试一下，是不是一个部位可以转两个？那我可以转两个吧？他是这样讲的吧？你看我手套哦，哎，干可以耶！哦，哇，两个收集品，各位观众，一件手套拿起来，我帮你们证实了。那天有观众在等，小编好像在等我这个吧？大补贴小编，跟小编讲一下，小编在等我测试可不可以转双手套，可以啊，可以，我证实了，我证实可以。对，所以异界手套涨起来，因为我这样子两个收集品啊，我就只两个收集品了，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韩版古今的影片有说异界十手魔力都可以转黑棋手套，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可以转几个，因为他一个可以转两个，一个不会转两个，所以那小编请我帮他测试一下可不可以转。好，可以。OK，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耳环，耳环没有，臂甲没有，结束。那我们看下一个部位，下一个部位是商店装，那这个基本上我不用转，我不用特别转，因为我的饰品蓝黑红都有，不需要。这个我也不用转，我就这两个。光之皮夹克我会转敏捷 ，OK， 好加七。臂甲我也是转敏捷 ，OK， 完美。英雄肩甲 ，Sorry， 小弟我没有，我的等级太低了。不行，三个啦！你们跟你讲，它各个部位有写次数，看到没有？每一个装备的部位这边，它有写可转换的装备数量。你想要多转不行，你想要转一整排来大盘商没办法。手套限定两个。好啦，我帮你们解惑啦。我觉得直播组干嘛？解惑台，帮你们解释你们想知道的事情。那这个紫技的话，基本上我就是学那个哦对，这招阴就是原本的阴袭，这个是重击之石。好，就这两个。紫技的话，我应该就是这个紫技我会学冲晕，再加那个什么这个，我会学这两个。好，这是我二紫技。那精灵首领我会转过去的时候，200万冥币直接买，因为我215万，所以我只精灵首领我先不用学，我转了再限定购买就好了。我学这个妖精反平，再加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在期间内再存到200万，所以我到时候再用200万去学这一个就好了。这个是200万换不到的，所以我会先学这个，我当个 support 就好了，我当个 support 角，我不用到 AD carry， 我当 support 就好了。技能我必学吗？这两招必学啊！你如果是四红技的职业，你随便学了。只有我们黑曜这种一红技、二红技的可怜虫才需要抉择。如果你是四红技的大人，你可以直接随便学，你根本不用屌我。你精准什么封印，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我们小朋友只能学这两招。不会不转黑曜，我跟你讲，不会不转黑曜，我到时候一定转回黑曜。好，这样子技能也看完了，还有什么没看的吗？应该都看了吧。顺便看骑士，我妖精卷怎么看骑士啊？也可以看欸。好，来看骑士，我们来看看骑士。好，帮你们解惑，我帮你们解惑。骑士我帮你们看一下，刚好我红紫都有。骑士可以转红五，可以转二单跟二双，但是我觉得大家比较想转的是真气剑，很可惜，对不起，真气剑真的太稀有了。真气剑是很独特的存在，它不让转。紫五就是梦宫变范德。梦宫变范德，其他不变。另外一把红武也是一样，不管是不是恶魔王，都是只有这两个。但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想要真心，如果是我转骑士的，我也会希望拿真心剑。如果我想转的话，我也是希望近战转真心剑，因为真心剑卖掉比较有价值。骑士就是加七转基础盔甲，我加七骨皮转加七金属，好，没问题。斗篷，鬼斗是王装，所以不让转，是不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有法师去看转职的吗？幻象眼魔的心眼是不是也不能转？因为如果照这个定律的话，是不是王装属于特殊装，奥塔的王装之后都不能转，是不是？心眼也不能转吗？心眼转金盾，心眼转金盾，只有鬼斗不能转，为何？为何都是王装？骑士的话可以防具可以转真冥王。紫色的装备可以转整套真冥王，因为我只有鞋子，所以只能看到鞋子。服饰就不用看了，裤子不用转，因为裤子本来就是近战的。项链没得转，海陆拜不能转。戒指、气魂没得转，因为我本来就力量。腰带一样是欧级跟古巨界二选一啦，不对，好像只能转古巨界，对不起。四大君王装备是共同全职业共同装备，所以一样不让转。力套转十手。异界转力套跟死手，所以这个要转的话一定转妖精，因为你看你可以换黑漆技能。好，就这几个啦，技能就这样子啦，没什么变。基本上如果你转骑士的话，如果转骑士的话，我会觉得二红技一个是学这一招冲晕高手，另外一个断头台其实有帮助，但是效能不高，你可以学一下这个。如果你没有紫技再学这个啦，如果你有紫技的话，我会建议学狂袭啦，我会建议这两招。输出跟晕人嘛，这个其实就是无视四到六的近距离回避，那不如学个反平。紫技的话，我会建议这样子。如果今天是我玩骑士，我就是这样子，我不会去学紫晕，因为我不常打架，我不常打架，我用不到紫晕。但是反平、挂机跟打架都有帮助，全能用途。然后金的话就不用看了，就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骑士，我帮你们把妖精骑士看完了 ，OK 吧？有帮到你们吗？那我们转职喽，转职喽，那我们来转职喽，我要转职喽，还不点赞，我要转职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还不点赞。来明满，明满全精神，精灵首领在这边。来，精灵首领，各位观众，精灵首领看到没有？选择属性，好，我们来看高自补多少。来喽，我要测试给观众看水妖的效能。水妖技能全部这都被动的，只有这招是主动。这是深柱，原本的深柱改成这样子。大家好，我是丁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帮我点个订阅，点个喜欢，并且分享出去。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